不浪费吼，因为这是咱李玉文陈怡讲对我那唱较嗨的歌曲吼，咱来感受李明哦，大家今仔日来是一个最快乐的夜晚哦，好，而且我发觉越夜越美丽呢，愈暗人愈多，他都过来人了哦，好来，我们的漂亮姐妹来 ，Q Q 姐妹，有看到无？你头昏，你敢自讲哦？你三天啊，这水呐，这细汉就晓表演哦，这爸爸妈妈给他重金栽培哦，你细汉开始栽培，你来开偌侪钱？今仔日要为咱演唱什么好听的歌曲？水喷喷，哇！这首歌曲是咱即马目前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的主题曲吼。第一名是啥物名呀？这个是什么？是高山的对无？所以呢，我就为恁啦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曲，符合今年的节气吼。今年咱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《西游记》的主题曲，水喷喷上来，咱来做。今仔日你来，考考这两个呗。